是山椒，我是蝴蝶人。我是明大子，明大子妹妹，我叫什么名字呀？一只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《鬼灭》的周边，出周边。我都不知道。去战斗，要我在，要我照顾你，所以你不能，你不能发作哟。马上要练习我的名字。你们周边一定要记好。好，那三个先开。哎，我的是钥匙。哈哈哈哈哈！鬼灭的匙。对，我的绝对是钢之秘密，钢露之秘密，钢之秘密。你怎么会喜欢钢露之秘密？猫咪啊，而且它刚好也是粉这种小飞款耶，这只是蝴蝶人，长得它是胶底款的，就是上面有层圆滑的东西，然后要是是平面板，它就是这种平平的，这样很光滑，数字也是不同的，两面都有，不管你用哪一面都可以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吧。好，来，投手准备。我接着，我接着。啊、哦，鬼灭36章贴纸呢？对的。再骗他们来一次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不要那么久，再一次来。好了好了，这里太过了，不用再低了。好了 ，OK OK OK， 好 OK， 好了，来再一次来。好了。哦呦，明豆子生气了，明豆子生气了。不能等他生气。明豆子不要激动，这样你哥哥会伤心的。哈哈，变。好了，其实拉长音鬼灭之刃开箱，集好，准备集。他已经着地了。睡觉刚才。这个5只214块。不给！哎呦，不给！有那个王，那个王善意，你要给？哎呦，不给！有不给！有给你。好萌！这里还有复合字哎，你要捡一只。是啊。这5只花了214块。上次他们两个去转2只就花了200块了。这次要哪些呀？那他全部都会讲。好了，看我。3、2。好。其实我想要，我想要善意耶。我想要你那个跟你换善意。那这个竹筒好 Q 啊。我就想用你那个跟你换善意耶。顺便再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出新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